人总是喜欢挖掘别人的隐私。别乱动，我可以帮你救这个印尼里头的资料。是好奇心，有真相谁不想报啊？是正义感，真正能够做到无愧于心的并不容易。还是纯粹的欲望？这世界上的人有太多的秘密。千方百计和咒病幕后班底全心力作，反走过，反走过，反走必留下痕迹。揭秘，10月28号起，周一至五晚上9:00，8频道。